鸡蛋，饮料要果粒橙。这么久啊，我想吃草莓心地。是很引人注目啊，那美老师为什么会点我？有没有能不被点名的办法呢？如果能隐身就好了。丢脸好啊，我先上车啦，不用啦，又没多远。知道。
睡不着出来散步，反正家里也没人。父母都这样，走吧，在外面待太久，伯父会担心的。刚想起来，还有衣服没有洗。我妈妈。不知道，可能这几天会来一次吧。我回家了。Thank you.
现了更加令人激动的事情。那个叫仙侠情缘的网游开服了。我们一起去玩吧，里面有各种派别，超大公会，还能自创武功哦。而且里面可以和女性玩家结婚呢。我才玩了几个小时就燃烧起来了。哦，战斗又开始了，有空陪我一起玩吧，伙伴。需要去医务室躺会儿吗？不要。
跑了30圈。真正的勇士要比别人努力4倍呀、啊！胃疼啊！不用管他吗？也对，木星好些了吗？好些。上课前我们喊你起床就可以了。但是那样的话，还在医务室。
会被击倒的。这是给你带的猪扒饭，非常好吃哦。居然会使用这种暗杀拳术。